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由石破茂胜选，这一位下任日本首相的国际外交政策可以说是备受关注。他在27号的记者会之中，再度提及之前非常关注的亚洲版北约的概念。と言いますと何のこと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が、集団安全保障の本質は義務でございます。集団的自衛権というのはその言葉の通り権利であります。そこにおいてヨーロッパで NATO というのがあるのは、それは助けても助けなくてもいいよという話ではない。その本質は義務でございます。日本自民党27号举行总裁选举，经过了两轮票选，有五度参选的石破茂以215比194的票数逆转胜，打败了高市早苗，当选新任总裁，将会成为日本下一届新的首相。随着石破茂击败安倍经济学继承者，日元迅速回神，升值了61%，来到1美元兑143日元。日本自民党经过两轮投票，由5度参选的前干事长石破茂以215票逆转胜，打败日本铁娘子高市早苗，当选自民党新总裁，预计出任首相。他致辞喊话，让日本微笑生活。基本的にいかにしてデフレスパイラルを脱却するかということは、GDP に個人消費が占めている割合は。54% でございます。石破茂4度参选总裁失利，终于成功。回顾政治生涯，2007年出任防卫大臣，隔年担任农林水产大臣，2012年出任自民党干事长以及地方创生大臣。他长期耕耘国防议题，被誉为安保通，与台湾关系亲近，誓言不让东北亚成为明日乌克兰，并提出成立亚洲版北约，立场也从亲中转为警戒中国大陆，在日本人心中形象是温和亲民。啊，魔人ブーとかいうものですか、これは。すごいなと思う。本当ね。石破茂不计形象扮成七龙珠角色，这一套惊人装扮深植日本网友心中。原来他也是出了名的御宅族，还超爱吃咖喱和拉面，曾是拉面文化振兴议员联盟的会长，一天能吃12碗拉面。虽然亲民，但外界仍认为他的魅力不大。日媒分析，他的制胜关键可能是小泉进次郎暴露了缺点，加上高市早苗太保守，还有旧岸田派的支持，才能侥幸当选总裁。不过安倍派保守派的高市早苗党内支持者众多，未来恐怕会是石破茂政权隐忧。另外，鹰派的石破茂当选后，日经225指数期货一度大跌超过2000点，日元也迅速回神，升到1美元兑143日元区间，也让网友哀嚎说：“便宜日元没了。”记者王勋报道。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，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，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。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，维持青春弹力，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，擦起来清爽不黏腻。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，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，是我的保养日常。你呢？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